自从 Angelababy 和黄晓明爱子小海绵出生以来， Baby 明显减少了晒照频率。不过3月23日凌晨5点左右，不知是不是起来帮小海绵换尿布还是睡不着，久未晒照的 Angelababy 在 S 上晒出一张素颜美照，虽然头发乱蓬蓬，但仍是美人一枚。照片中 Angelababy 靠在窗前，几乎完全素颜，头发凌乱，不知摆这个 pose 是几个意思呢？无论如何， Baby 晒新照对于粉丝都是一大惊喜。不过也有网友评论说是没洗头吧。话说从 Angelababy 的表情来看，你认为她晒照是因为心情好还是因为心情差呢？据悉产后不久的 Angelababy 已经计划好复工，将参演由安健导演执导的电视剧《创业时代》，这也是其产后复出的首部作品，而搭档可能是黄轩。